快传染力大概是算是最高的。直言新型冠状病毒是史上最强病毒，他是赖明照，是国内抗 SARS 专家，更是全球最早投入冠状病毒研究的学者，被封为冠状病毒之父。没有病症状的人也有变病毒，也可以传播，没有发烧也会传播，所以这在防疫方面就比较困难，不像以前 SARS 那么简单。赖明照点出，新型冠状病毒无症状、高传染力最可怕，并从病毒 R 零值来看 ，R 零值指的是病毒传染力，新型冠状病毒是2到3，代表一个人会传2到3个人，数字大于1，代表越传病毒会越多，而 SARS 病毒只有0.5，代表越传病毒会越少。新型冠状病毒是冠状病毒里头最高，而传染力最强则是麻疹病毒 ，R 零值介于10到15。而中国抗 SARS 专家钟南山最新评估，综合疫情蔓延近况和防疫作为，预估新型冠状病毒疫情2月中下旬会达高峰，4月底宣告落幕。到底是多少人被感染，有多少人是带菌者，这些数据都没有，所以现在很难预测说什么时候会达到高峰，然后再持续一段时间。专家持不同看法，但赖明照提醒，目前台湾防疫作为很完善，口罩之乱没必要，勤洗手比较重要。三立新闻林文哲、林文信，台湾报导。